周柏豪带住篮球探访贫困国家。寻日周柏豪、林欣彤就齐齐出席基紧三十嘅记者会，柏豪仲笑咁露埋脚趾，以赤脚嘅打扮嚟表示探访贫困国家嘅决心添。今次係有機會去到，即本身去到孟加拉啦。咁雖然而家未知道安排點樣，咁但係其實個心都希望盡快可以去體驗到，從而利用自己嘅影響力去翻返嚟話俾更加多人聽，另外一個世界係點樣。我要帶住一個籃球嘅，因為我知道即係孫明會話俾我聽咧，其實喺孟加拉呢個地方咧，最多人即係小朋友啊或者朋友佢哋玩嘅運動係咩？係踢波，因為地方夠大，同埋唔需要太多資源，因為籃球佢哋冇乜點接觸過，因為要籃球架，咁嗰邊冇錢。冇可能會有設施，咁所以我希望帶一個籃球過去，將呢一樣運動同你哋一齊分享啦。呢一樣亦都係我自己最叻嘅一樣運動，咁我有信心嘅。我想教佢哋插花啦。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可惜由於孟加拉政局不穩啊，所以行程就仲未落實到，希望唔會影響到柏豪嘅探訪之旅啦。